周深相爱了，学跳叮叮当当特可爱了。开始你的表演。7月21号，《奔跑吧》收官了。周深说自己对节目组没有什么不满，一开始觉得自己不适合跑男，但是后面感受到了节目组对他的照顾。工作人员的小细节让没有安全感的他在节目中找到了归属感，很感谢跑男让自己成长。同时周深也在微博发文说，完全长出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周深，回头看的时候也唯有感谢。没有啥不满的，因为跑男对我来说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适合我的节目，因为无论是体力啊，或者是所有的角色扮演啊，或者怎么样，我都觉得很不适合自己。但后面就觉得感受到了所有节目组的照顾，可以从衣服的那些细节，包括会专门把圆的纽扣换成星星的纽扣，会让我这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去不停地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去找到一些归属感。我觉得这是很多跑男节目组在很多细节上去让我愿意在这里去放松勇敢尝试的一个地方。对，我们都是道具的时候你是个玉兔。而且改变非常非常的大。来下一首大鱼。我也谢谢跑男给我的这样一个成长和挑战自己的机会吧。感觉怎么样？逆袭了。深深现在是已经撕过里程的人了，所以我是很感谢跑男让我成长，谢谢谢谢。感谢周深的真诚以及给大家带来的欢乐，我们也一同见证了周深的变化，真的一直在成长。周深很美好，再多坎坷，再多困难，再多的不公平，最后他记住的永远是最好的一面，真诚，懂得感恩。但是作为观众，我们期待的不仅仅是这一季的结束，更期待的是下一季的相聚。很希望周深在时间、精力等各方面允许的情况下，能继续参加《奔跑吧》以后的录制。哎呀！他画面太残忍了。哎呀！网传《奔跑吧2023》特别季常驻嘉宾有周深、杨颖、郑恺、沙溢、白鹿、李晨，预计9月下旬开始录制，第一站地点选择在海口。按照时间推算，特别季将在11月左右播出，也就意味着《奔跑吧》特别季将和《舞台2023》几乎无缝衔接。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的相聚。你们希望周深继续参加跑男吗？此外，周深身份提档升级，被新华社和央视两大官媒认定为青年歌手。7月21号，周深新歌《同行同往》MV 正式发布，新华社等众多官微转发宣传。然而，大家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 CCTV 电视剧是第一时间对周深的这个作品进行转发和打 call 的。稍后时间，新华社也对这个作品进行了力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 CCTV 和新华社此次在力挺歌曲《同行同往》上新之际，对周深都用了同一个称谓，那就是青年歌手。一个歌手，特别是年轻艺人，能够被央视和新华社称为青年歌手，这代表了官媒对该年轻艺人的优质认定。
在此，我们也期待青年歌手周深在今后继续用自己百灵鸟般的歌声歌唱祖国的山山水水和巨大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在周深新歌《同心同往》上线首日，除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进行了转发之外，中国艺术报、西藏广播电视台等几十个官媒也第一时间进行了推荐。周深的演唱给人一种幸福的希望，有昂扬向上的青春气息，又有触动人心的深沉大爱，还有穿透历史时空的玄妙吟唱。至此，周深为西藏演唱了《同心同往》，为广州演唱了《同心圆》，为山西演唱了《绽放的笑容》，为河南演唱了《若思念便思念如许》。不知道接下来还有哪个省来抢周深呢？世界是什么模样，走过山水一程梦一场，那迎风呐喊的海浪要多久多久才会遇上，冒险的人是否会感伤，终极璀璨一生谁收藏，那深埋心底的愿望要多久多久才会都可以，什么样都可以，沿途一身泥泞跌撞的是我，忍痛唤醒不回头的也是我，就让一路曲折每一道伤口洗净我的脆弱，那我们就继续为他，原来也会值得泪才能淹没了脆弱，你发誓更勇敢一生与梦相拥，还想要继续吗，要逆风不退啊，让璀璨住进你眼眸，别怕未来的模样辜负曾经的凝望，有多少理想就有多少次穿肠，那沿途的风浪也不过就这样，这一路光景有你在身旁，他们说要越过前方风沙必须